进来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因为哈唱到安尼诶，亲友名诶谢清国老师哈，你看一条安尼吼，安尼吹个他个吹都最光光哈，当认真。哦，这条船夫歌也是赖佩雅先生啊，这是赖碧霞老师最得意的门生。今日你也做了表演哈，尤其是做赖碧霞老师的三角菜场《寻亲记》啊，前面呢先来两场暖场的歌诶，嘿，赖老师做诶会菜场，然后爱情的柳叶田，那就麻烦我们的谢老师哈，乐团全部给搞诶学生诶，土字土孙阿多哈，所以你们第二歌唐多也全部有逆风，都总正统的买票，因为不是买票送的唔当糖的哈，你来通话，听好了几个，来麦。Thank you.
请六月天。